张柏芝春节晒孩子打工赚钱照片，谢霆锋尴尬，王菲用行动打脸。张柏芝、谢霆锋还有王菲之间的感情问题，一直都被大众津津乐道。在张柏芝与谢霆锋离婚之后，谢霆锋将与王菲来了一个世纪大复合。但是两人在复合之后，两人的感情却一直都不太平，无论张柏芝做什么，大部分网友都会把张柏芝的行为与王菲和谢霆锋扯上关系。近段时间，在春节刚过的时候，张柏芝就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两人擦玻璃挣钱的照片。张柏芝发表这些照片，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想表现自己在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品性。不过张柏芝发表这些照片之后，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议论。有很多网友说，按照张柏芝和谢霆锋的身家，无论如何，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孩子应该也不会沦落到要去擦玻璃赚钱的地步。所以张柏芝发布这一组照片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向大众证明他很用心的在培养孩子的品性。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作为母亲的张柏芝在培养孩子的品性的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和孩子一起体验劳动的成果和过程吗？为什么要在一旁拍照呢？还有一些网友说，张柏芝之所以拍照并且在社交网站上晒出这些照片，其实就是想打好妈妈牌。张柏芝的这一行为其实让谢霆锋非常的尴尬，因为张柏芝在与谢霆锋离婚之后，就有很多人不断的吐槽谢霆锋未曾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而张柏芝发布的这一组照片，无疑是坐实了网友们对于谢霆锋的不满。而在此之后，又有网友将张柏芝和王菲进行了对比。有网友直接说，虽然张柏芝多次在社交网站上晒出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照片，但是同样作为母亲的王菲却从来未曾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拿出来炒作。王菲一直以来都非常的低调，虽然王菲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但是她对于自己的两个女儿却极为负责任。王菲一直都在私底下争夺窦靖童的抚养权，而且王菲还会经常陪李嫣逛街。很多网友在得知王菲的行为之后，也表示王菲这一行为可以算是让张柏芝啪啪打脸了。像王菲这样不以孩子博取关注才是真正的好妈妈，对此你怎么看呢？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新闻：张柏芝晒儿子打工赚钱照片，谢霆锋被打脸，王菲这样霸气反击。